苹果回收山寨插电器，68蚊开心价换原装。用咗强国山寨插电器嘅苹果产品，近期轮住爆啊！内地上个月就有两单意外。睇见冒牌插电器安全问题咁严重，苹果中国寻日喺官网就宣布推出 USB 充电器回收计划。苹果迷只要喺呢一段时间到苹果零售店攞住任何牌子嘅插电器，带埋用紧嘅苹果产品做序列号验证，加68蚊人仔就可以换购一个原价149蚊人仔嘅正版货啦。你都想换翻个？唔使北上咁山长水远嘅，今个月16号回收计划就会喺全球其他地区推行噶啦。